同修呢，他梦到参加虚拟的法会，有两个同修从箱子里出来了。师傅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是变魔术，从箱子里出来。他做梦。他做梦，这两个同修从箱子里出来，那是变魔术，啪一变叫大变真人。这没有什么意思，是吧？有，箱子里出来就是解脱呀，解脱。解脱啊、嗯哦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